上午只开放十组，上台之后由我们的相机来进行拍摄。不要害怕，他们不会主动攻击人，但是呢，你们千万不要去踩到他以及碰到风人哦。待会呢，我们合照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倒数五秒钟会请蜜蜂回家，这个时候呢会让所有的蜜蜂回家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可能会往前面这一顶帐篷来移动，所以呢